那你们这个为什么要有增值税的6%啊？因为我们的餐品是不含税的。我在瑞龙庄吃饭，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6%的政府税收？正常这种餐厅不应该你们交税吗？等于我来买税。是的。562，所有的酒店的任何消费都是不含税的。怎么感觉很奇怪啊？就他这个10%的服务费我能理解，这个6%的增值税还得我掏，是正常的吗？